我认识阿曲墨啊，我一直没看到过他有一个行李箱，有没有一个箱子，东西都是随地乱放的，真的。所以说，昨天我问家人们买什么样子的包包好，什么样子的东西好，然后粉丝们这些网友都给我建议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的，是吧？我为了我给你们家人们，我给你们完成心愿，你们能不能把赞赞给我干到一百？能不能把免费的赞赞给我干到一百？真的，你们光说不练，我你们说我去做，你们能不能把那个赞赞给我干到一百？包包包包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衣服？你太小气，小气吗？对，我小气，应该买过包包是吧？我小气。来吧，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你啊，来，你打开，你打开吧，来吧，送给你的，我打开什么东西？你拿着嘛。不是啊，你送了我很多东西了，你不说什么东西？对，这个一个小包包，你拿着，你拿着吧，你拿着吧，你拿着，这不贵的，这你拿着呀。不是，你这你拿着呀，你听话呀，你拿着是吧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你看看喜欢吗？就直接这个包包，这里面穿的啊，装在这里面的吗？对，你拿出来看看好不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是好看，喜欢吗？好看是好看，但我用不上呀。用不上？你那些红包，我给你的红包啊什么的，那些昨天给你的那些手链，你一定真的那个手链，昨天送你的是古法手链，你一定要收好啊，你一定要收好，可以放在这个包包里面。这包包里面还有个小包包，包包里面还有个小包包，那个就是你一些啊，对，一些东西啊都可以装里面。对，这个小包包。不是，我看你这个包包肯定不便宜吧，你这个包包我感觉很贵的样子。没有，这个很便宜的，这个很便宜的。你这包包你带起来看一下好不好看，很便宜的。这个不是，你这个包包跟我那个包包大小差不多，我的那个包包就可以穿了。是差不多，但是这个装起来比较好一点。这个装起来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我平时都没见到你那些东西都到处丢啊，到处那个，你要保管不好。我自己缝的个包呀。你自己缝的包，那个跟你的自己缝的那个包也可以放在这里面的。这里面还有个小包，你看嘛，那个小包，是吧？那个小包，那个小包有的时候装一点你自己的啥耳环啊什么的，这些也可以的。耳环在我耳朵上呢。哎，你说着嘛，这个包不行啊，强哥，我你的这个我已经收下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的话，这个东西的话，装衣服装的多一点。这个你有的时候你到县城去啊啥的去，然后我去县城不背包的。没事，你去买个什么东西啊？你拿着嘛，你这个要啊，你不要推来推去的，真的。你收下吧，一片心意，真的，这是我一片心意，真的不算什么，我真的我从来没送过别人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包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款式适不适合你，这个小包啊，这个啥的，这些都挺好的，这个可以拉着，是吧？这个可以拉着，这里面可以放点证件啊什么的，这挺方便的，它的格栅啊这些都隔得好好的。真的，你拿着。不是，我用不上，我真的用不上，对不对？我天天在山里面，我不到县城里面去，我很少到县城里面去。你听话。我用不上啊，小哥，谢谢你。你听话，收下是吧？收下，家人们，你们说他该不该收下，是吧？收下。你这个的话，你说装的多一点，那这个装的多一点。收下，这个又不贵，这个又不贵，真的，你收下，你看看戴起来合不合适，你收下吧。那你这多少钱呢？这个不贵，不值什么钱，真的傻瓜，不值什么钱。你带起来，你挎起来看看合不合适，真的要挎起来吗？好看好看，挎一下，挎起来，阿曲墨挎起来看看。对，好多网友都说挎起来看看，好多网友都说挎起来看看，叫你挎起来。
这样子吗？嗯，你站起来嘛，你站起来，快起来，你站起来嘛，对啊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这样子吧，收下，收下，对，跨起来，跨高一点是吧？对，是不是跨这里的哟？是不是跨这里的呀？他这个带子有点短了。是不是跨这里的呀，家人们？是不是跨这里的？是这样提着了吗？是这样提着了吗，家人们？带子短了是吧？带子短了，是跨这里的吗，家人们？你不是高一点，高一点，他说高一点，对，跨高一点，是跨上面的，肩上的，跨肩膀上面。对，家人们都说跨肩上的，这样子的吗？这个颜色你喜欢吗？不是，你这个包包很漂亮，但是我感觉跨哪里啊？手上提着，不对是吧？不对吗？拿手上拿着，跨手腕，手腕，手腕，家人们都说戴在手腕上的，哦、就是跨在手腕上的。大哥，我觉得这个真的，这个手腕上的，你拿去送给你朋友嘛，拿去送给你那些朋友呀，你女朋友呀，这些都，因为我的话，我带着个孩子，有时候我背着孩子，牵着孩子，我手腕是吧？手腕，家人们都叫你跨手腕上的，手腕上就跨在手腕上。对，你试试看合不合适、啊、合不合身，这样子提着的是吧？这样提着吗？都可以，肩上、手腕、手提、肩上哦，肩上的比较多，肩上的比较多，肩上的比较多，跨肩上的，对对对，家人们都说跨肩上的比较多，真的。跨肩上。对。啊，对，是这样吗，家人们？不对是吧？手腕，他们又说手腕上，我都无语了，我又不知道，我不是真的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我也背不来，我不知道怎么背，我又不是。手腕上，真的，你收下就对了，你收下就对了，反正这个又不值什么钱，又不值什么钱，没关系的。对，手腕，对对对，靠手腕，对。不是啊，主要是我平常我也不到街上去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不背包的。你不背包的？啊、嗯。我不背包的，你自己拿着。你干嘛？我不背包的。你我先做饭吧，我先做饭。不是你拿着，你干嘛？我说是。你不要我就丢掉了。家人们，他不要我就丢掉了，你们说他该不该说，是吧？哪有拿送出去的东西还拿回来的，是不是？刚才一样，对，跨肩上，跨脖子上的都来了，我的天！应该收下，阿群莫你收下嘛，阿摩你收下嘛，阿群莫你收下嘛，阿强对你的一个心意，你收下嘛，不值钱的这种包包，对，不值钱的，很便宜，对，看没有，是吧？我都说了。家人们都在说这个包不值多少钱的，不是，主要是我用不上呀，对不对？你不收我就把它丢掉，你不收我就真的我就丢掉，这是有一片心意而已，你收下嘛。阿强哥，你收下，你拿着，哎呀，真的，你拿着就对了，你拿着，是吧？你拿着，拉链里面一个小包包有拉链的。一点心意，对，一点心意，不贵的，是不贵，这个对 ，LV， 我都不知道说好多人死的，没有，对，这个就100来块钱，是的，不贵的，100多块钱这个都，没有，你不要，没有，我就别人送我的。这是别人给我的，我不需要背个100多块钱的包呀，对不对？我又不到这个100多块钱的包。哎，都说了，这个别人送我的，我又不是女生，都是女孩子背的。那你留着，你那我就丢掉了。你不收我就丢掉了，真的，我都说了，别人送我的，这个不贵。怎么这样子、啊？你拿着就行了，真的，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？他应该收下吧。哇，家人们，你们太厉害了，赞赞都点到100了，都点到100万了，不可能马上突破200万吧？你们的愿望我已经给你们实现了啊！你们的愿望我已经给你们实现了，来，你们的免费的赞赞给我走起来，啊，给我点到200，
一人点十下啊。我知道。啊。谢谢你，大的包，小的包。你不告诉他，你不告诉他多少钱，他到时候拿去提当菜篮子，提菜，不能告诉，不能告诉，因为昨天一样的，昨天一样的，你们都说了，是吧？你们都说那个手链一样的，我都没跟他说多少钱，结果说了过后，你们又弄得那样子，是吧？谢谢你做饭啊，谢谢大成哥。要告诉他多少钱，要不然他拿去当菜。提菜篮子了，告诉他吧，主播，你告诉他，不能告诉，不要说，要说，你们又给我挖坑，真的，家人们，你们又给我挖坑。昨天你们还记得昨天在我直播间了吗？有没有昨天在我直播间的老粉？有没有在我昨天在我直播间的老铁？不要说，要说，要给他说多少钱。你告诉阿群莫吧，不能说，要说，哎呀，你们到底